生活中啊，总有人捂着腰开玩笑说呀自己肾不好，那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可以啊，试试多吃一种食物，还有做好两件事哦。食物就是芋头了，芋头既好吃又营养，芋头含有大量的淀粉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经常吃一点有养肾护肾、保护肠胃的作用。还有做好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啊，多泡脚，每天泡脚呢15到20分钟，泡脚时还可以按摩脚底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件事，多运动，不要啊再宅在家里了，每天多运动运动，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强身健体，肾脏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